大家好，我是三号小小 DJ Audrey， 我今年八岁，我来想来参加小小 DJ， 因为我想播好听的歌给大家听。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小兔子跟马，因为我喜欢喂小兔子，我也喜欢骑马。我平常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弹钢琴跟看书，因为弹钢琴会让我放松，还有看书会带我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是三号小小 DJ Audrey， 谢谢大家。我是小小 DJ， 记得听书听。